你去引开所有守卫，我们去拿所有宝物。然的市民跟守卫会来对付我们，出招越下流越好，击败他们。拉卡尼修，对上克拉维兹。欢迎，要买本煽情罗曼史吗？我会让你的书变得更火热。乖乖顺遂跑出我的油灯，到处放火的家伙！汗巾啊！哈，卖差了。想试试新的药剂吗？史奎利希喜欢新东西，来吧，来吧。Hello， 你。抱歉，你是不是说错话了？把死者带出来吧。一张给你，一张给我。狗头人德鲁伊，这还真是罕见，不错，去把我们的敌人都杀光。我是真正的德鲁伊，你看好了。抱歉，你是不是说错话了？痛苦跟我对话，那得要下回合才能准备好。啊，这霸狼的！不行啊，我反悔了，我们还是换回来吧。下商业区，无论用什么手段，让你见证奈菲赛特的力。特卡恩。上起姿。
你就准备后悔吧。看看谁来了，要修剪一下吗？你有考虑过染成紫色吗？很适合你哦。特卡恩，如果你跟我说的都是真的，那你就是这个大计划的重要关键。把这个苹果放在头上。要我的签名吗？好吧。代价已经付出。接住。哦，还有你吗，布鲁图？时间就是金钱，朋友。可悲的凡人。剪剪剪。哦，很有攻击性哦。接下来就交给我的助手。你得去把下水道清干净。准备打靶喽。油多啦！对上拒绝者，事情开始有趣了。完工了。我最爱的佣兵尤多拉，你有大好的前途，只要你小心，别乱胡闹。完工了。复仇！乔治，对上温蒂。
我是来报仇的。我没办法调出那种东西。炼金术非常安全，在大多数情况下。乔治，你的冒险者朋友抛弃了你，不过你可以永远相信我。这就叫等价交换，用这个换那个。定料就在。我快没有牌了。